蒋家第四代的二公子蒋有常，他在结束前一段短暂婚姻之后呢，今天跟他大他3岁的瑜伽老师郭秋君在士林的凯歌堂举行结婚典礼，只邀请少数亲友参加。只不过面对大批媒体前来采访，有常跟他的弟弟有清其实都跟蒋友柏面对媒体的那种酷样一样，一脸铁青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好了吧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们支持，好了，谢谢你们了，可以跟我们聊两句吗？可以聊两句吗？蒋中正第四代二公子蒋有常再婚，9月28号选择士林官邸的凯歌堂作为终身立约的圣所。蒋有常的第一段婚姻是和香港珠宝设计师陆敬贤，两个人只维持9个月的短暂婚姻。这次再婚娶的是瑜伽老师郭秋君。这天，有常的母亲蒋方志怡一身的喜气。今天开心吗？很开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不需要掌声跪子吗？横跨蒋中正四代人的老牧师周连华，再次见证了蒋家男丁的人生大典。他的爸爸妈妈也是我证婚的，也是在这里啊。好了，采取传统形象。谢谢谢谢谢。典礼完毕，比新郎大3岁的新娘子郭秋君捧花走出教堂，她落落大方和有常的神情紧绷形成对比。而最后上车的是弟弟老幺蒋有清。你今天心情不好吗？你这个要不要避开一下？不要，不要，对。Privacy， 开始离开。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上车，你们不要，你们不要讲。蒋有清2年前和女友摆地摊，曾经进过警察局，一度误以为是大麻等毒品，后来证实不是，妈妈怕他一出口变成新闻，全程紧盯。